人家古人说虚度啊，我这是虚度了90。对国家、社会、人民毫无建树。正如圣经所讲的，保罗所说的话，我是一个罪人。我不但是罪人，保罗说我是罪人的罪魁。我自己感觉是，真是万分的惭愧。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这些诸位亲友这样要给我做寿，我怎么能做寿？我有什么寿？真是自己惭愧的无地。我自己从来没想到我还能活到90岁，我这真是唯有只有上帝的恩典。我除去感谢上帝之外，我没有什么。